吧？对。等一下呢，还要旋，慢慢旋过去的。它是旋动的时候往这边跑，这样才能把那个菜洗得充分的洗得干干净净的。这视频不能看了。搞得完，搞得完，搞得完，你放心好了，搞得完的。这里就连续性的不停的倒菜嘛，往这边倒嘛。哦，都满了吧。这是整个大筐子，到时候整个大筐子嘛。还有这么大的筐？不是，只要买两个周转筐，筐有大的，很大的筐子都有。这个要这么小一点。其实到时候在下面放个托盘嘛，小托盘，放定高一点，把那个菜是吧？这都在外面的。这个要改变，就是说。